我现在梦到 DB 的粉丝是94%是男的，女粉丝赶快回来，我赶快利用他。在这里，哇靠！你看，我就知道，像这种的时候我最不会。31呀，干好老哦，超过40了，什么意思？超过看40而已。我是演员出身的，大家忘记哈。A 片的大师，从旁边看是他的蛋蛋肿起来一样，你看他的蛋蛋。你看，好虚弱，好虚弱。欢迎收看 Mondo TV， 耶、yeah, ！我是醉了，耶、yeah ！我的最好的兄弟就是一起轻松的运动，是轻松的哦。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 Fabio， 耶、yeah ！轻松的不是轻松了，不是轻松，什么？你不是在准备比赛吗？啊，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也算是醉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以为你今天要闹我。没有啊，因为你给我地址，健身房就是在林森北路，是吧？等一下，你早上在林森北路，你晚上在林森，你健身你是在林森北路，林森北路就是我家，不是啦，刚好林森北路上，刚好我的店也是林森北路，方便了。左边喝酒是新一区，没有啦。今天要干嘛啦？现在跟我说我要准备一些练习，那我想说。你这么壮，你也现在在做比赛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误会我了。我看起来很壮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没什么屁用，没什么屁用。而且呢，自己问题是哈，我好久没看到你嘛，因为我太很忙，我们感情很好，不是感情不好，我们是感情很好。所以就是基本上，你现在一个礼拜几运动几天？五天到六天。OK， 今天呢就是Fabio的练习的方式，我体验刚刚，因为他的身材一直都很好。然后把大家知道嘛，巴斯都很好，也很喜欢脱衣服配，所以呢，今天泰的身材怎么做，就是分享给大家一起加油。好，记得他以前是更粗啊，他也是那时候、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是更粗，超粗，因为那时候在大英式橄榄球，所以你必须要你的上半身很壮，对。那时候你就是身体很厚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我们的模特经纪公司的老板一直跟大家讲说，你太壮，穿不下衣服。那我现在是反了，我也穿不下衣服。那我现在的工作也是我必须要的，就是虽然我角色嘛，对，希望健身，但是你看，我的今年刻在你心底的名字那个电影，那时候那个导演说我可以胖10公斤，你又胖10公斤吗？一个月啊，一个月胖10公斤，然后过2个月，我又那个新的角色，我需要瘦10公斤。就是我需要就是保留一个身材，是可以很快可能就是发胖了，或者很快可以变瘦。如果现在我问你的是，你要演一个65公斤的教授，如果就是他们给钱都会瘦，当然一定要的。拜托，我是演员出身的，大家忘记哈。我跟你讲，大师。什么骗子？训练了啦，干嘛啦 ？OK， 因为我喜欢的是用背跟一个腹肌，就是我们在这里。哇靠！干，我就知道，像这种的时候我最不会了。等一下，你确定这样子这么做？你不是跟我说你要派来梦多基？是的，我本来想说超大，但是我今天第一个是4岁，第二个脑袋光光的，第三个想说试试看他的腮帧，因为呢，我现在梦到 DB 的粉丝是98%是男的，女粉丝赶快回来，我赶快利用他，女粉丝赶快回来，好了，练习了啦，练习哈，你说，对，然后是啊。再高一点，对。哦，错，哎呦，God， 好，下课了，今天得谢谢。三次啊，三次，好，可以吗？
你休息一下。他的前臂很粗哎、欸，我动作好标准。我问你哦，是像我啊，体力我更正。啊，他握力过强啊，因为那个我的手。什么？什么？握力啊 ，grip、oh, OK， 因为我以前是这边开刀过，我 grip 很弱啊。哎、欸，的确，我现在31岁，啊，10年以前我什么都可以吃，不会胖，什么都可以吃。现在如果我两天吃东西，你已经31，31啊，干好老哦，30多岁吧？怎么一直朝看40而已？什么？真的很奇怪，这个人。等等，现在，来，你加往上。你是这样吗？等等，等一下啊，叫往上，对，顶，往上，啊，加油，谢谢。他真的很厉害，是有想那个提招选手，其实一个力量，比如说拉一下两下，我们差不多。但是很厉害，是他肌耐力。没有，我让你比我强。我不会用很重的重量，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旧伤，我31岁刚才说的时候受伤我的背后，所以现在是快刚刚走的时候受伤嘛？腰嘛，你的腰嘛。靠背啊！有一个巴西的教练叫 Ido Portal。Portal 吗？不是。对。不用那个替他的名字，我心情变得不好，不用替他吧。哎、欸，但很好啊！就是在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很认真啊。有吗？但是备赛跟那个备完赛就是都没什么改变啊。他说：“来，哎、欸、，bro， 我很认真 ，bro， 你看有没有 bro， 兄弟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胡子也很烂，你还反咬了。”哎，然后印度后来这个巴西人，但是有一些就是身体的重量，然后一些动物的一些动作，来做一些健身。这里说啊，哎，这里有没有呢？其实呢，我们私底下都是这样子一模一样，他其实比我还随性。那个大胸哦，胸是对胸，所以饼像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哇，这个很累。那可是我们要用重量。哈，对，这饼是这样，背要直的。OK， 然后多叫，然后这个你要用你的core，然后是下一步，一步就往前。好然后后，看不是我今天吵他吗？看不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这边吧。哈比有他们很会，就是像有点 hit， 或者就是有点肌耐力，他们都很会。现在我刚做的事情是完全
不同的方向，但是这个我们就得是要做。还好他发表长大了，嘿，通常哦，通常以前的他不管怎么样拍摄做到底，现在是做两次的，帮我说一说，他长大了，长大了。老师，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啊，累，那个这个动作是像很多 MMA 的选手还有柔术的选手会做，这个对，我不知道这个很累，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做，我没有做过，真的假的？我操，我快射雕的壁虎，年纪到了就壁虎了。我认识他很久，他从第一天都非常认真。二分之一讲第一天来的时候也是啊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有点被骂，应该是，不是被骂了，是他觉得就是他自己没有做得很好。他从那一天开始，每次哦脚本，他就是充满了华文跟英文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我很感动，我觉得哇，这个人一定会成功。我们知道这个叫做机会，有没有把握是你自己来决定，即使机会在你身边。那一定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弱的一些时刻，嗯，可能心情不好啊，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。那健身也是一样啊，比如说你是很有魄力，就是很想就是健身，有时候你身体很累，你不知道干嘛，你在健在看手机。时间就过了，对，所以我会知道，这样的时候我有一些动作是我爸留，如果我今天不想运动，身体很累，那我会做几个简单的动作，我还是有健身，对，没错没错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就是很重要的，不用让自己遭到结果 ，No excuse, just do it。好不好？很轻，一百，这个动作，这个梦都 OK 啦，这个 OK。他从旁边看是他的蛋蛋肿起来一样，你看他的蛋蛋，他的蛋蛋肿起来，发表的蛋蛋肿起来。对你没有这个问题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个。这是哪里的？尤其是啊，屁股，有屁股，有你的 core。哦，其实我这次也第一次做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动作我认真做。可是你要用你的腰推。啊，你让我来腰推，那我最会，这最会。这蛮很会练。再举一下，100。哈？我说100。用你的腰在推你的重量。你不要用你的手，对你好像是用太多手，不要用手臂，啊腰，腰，就是老人家女生就是用这个的时候欣赏说到底在干嘛，有效有效有效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到哪边，就是我们要练肩膀，对，肩膀跟背，啊老师，不好意思，那个
在大那边吗？没有，这个哈、哦，好，我试试个，我试试个。往前走吧，往前走吧，往前走吧。OK， 等往后走吧。往前走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好，好，等一下。沿，然后调，往上，嗯，往上，嗯，往上。先习惯这个动作，错，往上上，靠，对，对，往上，往上，啊，等一下我洗洗上掉，这个练肩膀，啊，回去，我靠。这个昨天的酒精都上来了，老师，我昨天的酒都上来了，昨天的红酒跟烧酒都整个都上来了，好不舒服、哦。我习惯就是加入一些这种的动作，因为我觉得你健身是为了自己的健康。那我像你准备比赛的时候，你是比较注意外调，对，没错，像那个前调要好看，对，没错没错。可不太会注意就是里面的 inner muscle， 没错。因为像我喜欢跟一些朋友啊，什么朋友一起联系。那我喜欢做一些动作，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做的。两个人一起做，对对，两个人一起可以做的，跟女朋友、跟朋友一起做的，对，就是逗人运动的感觉吗？嗯，好，然后呢？第一个、啊，是我们要大概算那个五分钟。五分钟？好，我可以，我只有三分钟呢。现在在30秒而已。那我说一分半，然后我们换。一分半？啊，我放松点意思。啊，我的荧幕看不到。啊，10秒。好了，好虚弱，好虚弱，我的心脏从嘴巴跳出来，我这脸都发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忘记你的年纪，对，本来就是原来就没年纪，是我的年纪。他现在也是用那个，他也是之前 YouTube， 我 link 在下面，二分之一讲也解释了，也现在在拍戏，我也主持了，我们发展的不一样，但是我很开心是他。来台湾的第一天就认识了，真的。然后我们一起拍过杂志啊、平面啊、采访 啊，对。然后二分之一讲的第一天我也在，然后反正很多东西经过，然后变成他是我的家人一样。那我们真的是很少碰面，但是还是要保持联络。然后我看到他发展，还有电影啊、拍戏啊，还有男主角，哎，真的不得了。然后就感觉是一个家人，大家那个一起。成长，那我很开心，就是从一开始我们都互相支持，嗯，然后真的是跟家人一样，然后今天很感动，我看到你在进中江，跟你妈妈在直播，对啊对啊，我非常的为你非常的开心啊。我是希望有一天你已经妈妈，可以牵你的妈妈手，对，希望，我们就一起，现在就真的很棒，我们很爱台湾，然后我们这就是一定要努力，对，一定要努力。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你分享我们对运动的热情。我跟你讲，
虽然就是看到他很开心，但是今天的练我不开心，还是开心的。我真的希望就是跟那个像 这种好兄弟一起运动，一起分享给大家。然后最近天我们这一天，我们一起拍对一个影片，我放在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在发表的 YouTube 拍一个东西，所以大家支持发表的 YouTube 哦。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发表，谢谢蒙多，拜拜，好不好？